中间好多看不懂，直接跳到章。章这个是重的、轻的、轻的、圆径的、长的，细的，这里看不出来。那原则才不连，连住，哦，连住，长的，后面可以拉尖一下，手臂收的不好。别，那，我是坚决把它写饱满一点，不然它真的字都太瘦了。